阿俊啊，啊，有人咧，你打电话给美女，奈无爱替伊接一个？啊，毋是我的电话，我袂当接。对吼，你讲的嘛是咧。美女，美女，小玲姐，歹势啊，甲你吵醒。啊，你有感觉较好无？我无代志啊，你免烦恼。来，这个交予你。多谢，来啦。阿尊，在你的。嗯，多谢。免客气。巧玲姐，啊，我困偌久啊？是无介久啦。啊，不过我看有人一直打电话予你呢，我惊讲有啥物重要的代志，若耽误着安尼就唔好啊。哦，是恁爸爸卡让伊坐通予你哦。我看伊敢若是足着急的哦，你敢要打电话予伊，啊无伊会足烦恼的呢。美女，我是唔知影你甲恁爸爸发生啥物代志啦，啊，不过恁是爸仔囝，好啦，就算讲哦，恁爸爸较过分的，甲你骂还是甲你拍，我想迄应该拢唔是啥物大代志啦吼，恁应该爱甲误会讲好清楚才对。我爸以前甲我拍的时阵，我一时也都袂记啊呢。恁误会啊啦，我阿爸对我就好，伊袂甲我拍啦。唔是恁阿爸甲你拍，安就是你甲恁阿爸拍对无？阿尊，闹白有啦，啊，无得看伊是啥物误会啊，唔是啥物人拍啥物人啊。哦，阿爸，我就想你呢，你拢无来甲我看。哎呀，阿爸是去倒位啊？阮阿爸，伊讲伊要无闲啊，啊，就足久无来甲我看。会长阿伯讲，阮阿爸是伫天顶无闲，讲我敢若是去天顶，就会当讲阿爸做伙啊。所以你的阿爸，伊是伫咧？伊伫咧天顶，按讲蛮紧，我敢会去找伊。是的啦，我真正唔知影你阿爸已经。袂紧啦。美女，人讲爸仔囝无过未休，我相信啊，误会一定会讲会开的。你看，阿俊伊拢知影失去爸爸的遗憾呢，敢讲你无想要好好珍惜你爸爸佮伫你身躯边的日子？我想啊，不过我毋知要安怎甲阮爸讲。喂，请问是黄美芳家吗？哦，你就是黄小姐啊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你高中同学尤梅玉的爸爸。哎，对对对，尤爸。哎，我想请问你啊，那个我们家美女啊，她有没跟你联络？啊，没有啊。那你知不知道她还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？他们平常常联络的，你不知道啊？哎，那好啊，谢谢你啊，打扰了，再见。哎，立德啊，怎么样，找到没有啊？应该找，当学生我拢去过啊，你找不着伊啊。哎，想知影伊去倒位呢？怎么办？真是。伯伯，我在想哦，可能美女这阵啊，佫无小面子烂啦，所以才会挑佮伊比起来，我咱找袂着伊啊。但是你刚好就会出现啦。哎，你这说的倒轻巧啊，他都万一气一直不消，他就一直不回来，或者是说他还没等到气消，他的心脏病就发作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伯伯，你先别烦恼啦，我佮出去做看卖。美女，哎呦，美女，哎呦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你啊！美女，你是走去倒位啦？我看你忙得足着急的呢。啊，我就……你们两位是？哦，尤先生你好，我是巧玲啊，这位是阿俊啊，阮伫路林拄着恁查某囝。
伊拄仔差点去有车撞呢，小家叫的哦。车祸？嗯，那丫头，你没被撞到哪儿吧？啊，没事，我没事。阿准救我啊！我就膝盖有一点擦伤而已。哎呦，你这么不小心的，你想吓死老爸我啊？哎，谢谢你们两位啊，你们都是这个美女的救命恩人。我一定好好的答谢。哎，来来来，请坐。没啦，这好保险啊，你别客气。跟你们说，很巧哦，巧玲姐跟阿准都是永辉哥的朋友，你今晚是多点永辉哥应当呢。哦，是吗？那真是太巧了。哎，来，坐坐坐坐坐。真正唔免啊，我想哦，恁两个应该有足侪话要讲诶，阮就无叫了啊。哎呦，你们是名丫头的救命恩人，怎么能说是打扰？一点都不打扰。真正唔免啊，阮哥有代志爱先走啊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好，改天我亲自登门道谢。好啊好啊，无啦，阮暂时哦住伫永辉因家，我今安尼可能会无方便呢。真的。啊无，好啦，咱另讲。嗯，另讲哦。嗯，阮另讲再搁过来，安尼好不？哎，那好，说定了，改天你们过来。我炒几样那拿手的小菜，好好招待你们。好啊，好啊，老霞，那我先走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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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哎，再见，老霞。啊！来，云度，最后的。这是我。嗯。啊，你人是话？你在你碰一开时阵，我话。哪里他签名在你话呢？签名。祝好啊，老虾。嗯。一张图不出来画符啊？这还没过年，画什么符啊？叫画符啊！你怎讲画符啊？老李，老虾啦。啊，恁两个哦，无敢讲就莫后壁讲话啦。啊，是啦。好啦，阿俊啊，嗯，物件收收的，爱走哦。哦。好。再见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啊，慢走。行啦，莫搁看，你食几工呢？嗯，我老冷呢。来啦。慢走啊。哎呦，美女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快把老爸给吓死了？你以后别这样了，行不行？你们还敢说？就是你们骗我。我什么时候骗你了？我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对啊，美女，我看你爸爸吼是惊讲你只是无法度接受。你不准讲话啦，你嘛是共犯。美女，我知道你一时呢很难接受这个事实，但是好啦，麦克讲啊啦，对我来讲，我只有一个爸爸，那就是你，其他人的代志我无想要管。哎呀，好啊，哎，平安回家就好啊。哎，这这这。下次来，美女，你来也未等起啊？我来给你看好条，卡变哦，你只是想袂起，佮走出去。我敢有害你好爸妈啊？歹势，我无代志啦。啊，若我做是我哦，万岁，我会比你更加激动哦。无你卡，我会更加生气，生气到去弄火车。你莫也袂讲话啦，啊！我是无说伊，毋是超过去火车咯。好啦，看你下手就放心啦。安怎？出车祸有要紧无？你有倒位无爽快，还是讲爱去病院检查无？免啦，擦伤尔，我有挂药啊。真正拢无不舒服？无啊，啊，毋过有淡薄仔忝，想要睏啊。哦，好啦好啦，你紧睏。啊！我要睏啊，你紧转去啊！
等你考驾照了。好，来。看啦，安尼看我是要哪困啊？我嘛不是头一过看你困啊，你哪会困袂去？那是讲你有心事，才会困袂去。好啦，那是讲你无想要承认，你无想要承认迄个人甲你的关系，我保证，我袂让伊有机会接近你。啊！你若是要来，你敢有法做到？我会想办法，让伊见袂着你啊！你相信我，好吧？好啦，美女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代志，你要做啥，一定要先找我参详。我一定会在你这边替你到底，好不？哇，差不多够辛苦休困了哦。好，啊，你物件收收完哦，好对不？哎呦，你看慢的啦，你砸掉啊！你看，来。洗身躯，嗯，啊，你爱会记你刷牙哦。哦，上天，我今日足欢喜的呢。是啊，因为你今日救到人，而且佫交到一个新的朋友，你当然嘛欢喜啊。啊，美女阿爸讲，那下阵佫起要请咱食物啊，咱明仔就去好无？哎，老是因为歹势安尼讲，你佫真正好意思去有人请哦？唔是啦，我是想要。替美女叫伊两顿倒，毋是要去回请。哦，安尼哦。好啦，啊无过两天，过两天再搁去好无？啊无我惊讲哦，人会当作咱真正是要去讨人情的。好啊。嗯。好，去洗身躯。嗯。啊，刷牙哦。嗯。好，洗脸洗脸，拜拜行。阿叔啊，来，起来，你还搁跋倒啦？洗脸哦，来，跋倒来。哎，我跋倒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啊，你有安怎无？会疼无？细弟啦，来，啊，豆豆来哦吼，豆豆行，豆豆行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念你，上风雨的对阮两人的祝福。吹迷离，纯情花蕊，满面春风为你。